攻读《论语》申训第三册第248页。学问不在文字上，待人处事见真章。俭身心以取居处，施陋室为五德乡。整份治愈民有功，林深履薄战今往。忠孝仁爱立命方，内外中庸写举章。圣贤不怕出身低，大智若愚憨厚强。顺理随之而安行，涵容实浅具端庄。尔雅气度宏而心，知苍明无际宽广。有范不教太温转，谦冲之目须受相。以养贤品何不同，恭谨二六守中央。立竿见影主境内，暗室无欺神明朗。结义权肃然起敬，感召邻里及乡党。严以律矩宽待人，则人心悦得瞻仰。君子面前修谗言，则其言从之行方。如此不愧为贤者，切思家乐君子昌。一席尚存灵明练，且心不容少怠荒。